第一位是我们的橘子公主，我的关心人。手上拿的是我们这次的旗舰手机哦，大家可以帮我们捕捉一下。哦，这次是我们的 V30 的手机哦，是我们非常棒的视听书写好方便的手机。接着呢，是我们的女神罗罗罗，手上拿的是我们跟代言人一样的 G7 Plus ThinQ 的手机。这是我们的时机哦，那待会呢也请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捕捉拍摄的部分，因为这次旗舰的手机有真的功能很强大。现在呢，我们俩会移动到我们手机展示区，让我们展示区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捕捉一下我们两位的合照画面，也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到我们时机的美好哦，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哦，非常非常的有质感。接下来呢，两位会回到我们舞台上，请他好好的捕捉一下。好，请大家可以捕捉一下我们三位的画面哦，只有在我们假日时间，三位才会一起在舞台上出现哦。好，请看一下中间的镜头。好，如果有需要看到你的这个画面，可以挥个手让我们知道一下。3、2、1，好，橘子王子这边3、2、1，好，左边的朋友。哎，右边的朋友也照顾一下哈。3、2、1，好，哪边的朋友没有拍到吗？哦，中间的朋友要加吗？那我们拍个30分钟。怎么可能？好，那都有拍到了吗？好，如果没有拍到的话，就是下一场再来。